哎，你们真的很躁动哎、欸！没有人田约翰在开圈的、啊，你们到底在干嘛啊？啊，这样的态度很好，这样态度我很喜欢。我今天一来的时候，就是看到因为很热嘛，而且你没有发现今天没有什么风，就这整个场地的对流非常的不好，就是很可怕。重点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啊？我看到有一些人带着觉醒的毛巾啊。网络上已经有一些不实的谣言了，你们不要加深大家的错误印象好不好？你们是很爱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已经那个被警告了，保有对于未来票的希望。啊。这也不是件坏事，对，我已经被警告不要再偷窃觉醒了。好，没事，不偷窃，不偷窃，很好，你们都很棒。哎，好，今天因为压轴的关系，想要唱多一点歌哈。啊，就话少讲一点了。只要找一个美丽的歌。